你怎么可以玩人家一家里钥匙啊？
小朋友，一岁，差不多跟喵咪的智商差不多。所以拿那个棒子给他逗一下，应该他就了解了吧？不知道嘞，海豚还比他聪明一点。这很妙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一岁的时候感觉是怎样。我想问我妈妈，你说我妈不知道把我当什么？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夸张的，我真的没有看过，就不知道那觉得诡异。现在不是都会有人带小孩，然后发明很多种背小孩的方法吗？我看到一个人最夸张，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弄的。他就是他也是一个背，然后小孩子上面也有一个背带，他放上去的时候好像有魔鬼缠着粘上去了。放下来呢，它后面有一个链条，就牵着像在牵狗一样。是谁帮你？他把他儿子当狗了，还是这样牵？你有看过这种的吗？很新潮，不知道怎么发明的。然后他一直乱把他拉回来，粘在后面。那那种什么狗，我是没有这个没有用过那种的，我觉得太奇怪，太像狗了。自己养小孩也不是养狗呀、啊，很妙啊，很奇怪。好，我回去再问我妈妈，你说的是什么样子？这首歌很久没唱了，铃铛，铛破了。Thank you.
有一首歌，其实以前有唱过，然后刚好这次碰到外婆，就跟她聊天了，然后就想到这首歌这样。其实我在第一次我八片的时候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带我外婆外公上来台北，他们都说身体还比较好一点。2年前，2010年的时候，然后还跟他们一起上台唱这首歌这样。可是碰到外婆，其实外婆也很妙，就是看到她的时候，她总是会讲说，你要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感谢你现在得到的这一切，这样不要忘记神啊！啊，每次都讲这个，这样，然后一直讲说不要喝酒，没有，这个有加果汁的。他的意思说，应该说要保守自己的心呢，因为。就是不要学坏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几天又在复习，又在唱这首歌，这样。其实它是一首教会的歌，这样。后来有传道人啊，就是他们把它就是用母语写，其实道理就很简单。那原住民也真的很好骗，就全部都信主。应该说，主拣选我们。